好，下一题，他说有个这样子，直直的穿过来，然后摆了三个磁针，然后电路接通，看电池就知道谁正极谁负极，就知道电流方向。然后呢，就巴拉巴拉巴拉问谁是对，谁是对？好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谁是对 ？OK， 那个要注意他这句话呢，这句话第一个这句话就是。直直的，就顺着导线的那个直直的导线往上抬，它与导线的距离是没有变的，没有变的。OK， 好，帅哥男，可爱大帅哥，帅哥叫做25，25，你选谁？你选 C， 请坐下。你选的答案叫做 C。C 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啦、啊。好 ，A、B 出是错的，我等一下问你，把它修正。然后呢，可变电阻滑向 N 表示经过的电阻小，经过的电阻小表示电流大，电流大表示电流磁效应大，电流磁效应大，所以磁场强，所以偏转角度大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的就是 C。OK。好 ，A、B 柱是错的，修正一下吧。修 A、B 柱是错的，我们就要把它修正一下。他说偏转角度最大是甲，是错的。那请问你是谁最大？那我这要讲一个假设，假设电流的磁场比地球磁场大，我们通常的考题都是这样，而且大很多，可以忽略到地球磁场。好，可爱小女生，小女生叫做九号，九，可爱小老师蛋，谁的偏转角度最大？偏几度？甲是错的，一定是乙跟丙嘛。他说最大的甲是错的，就表示一定是乙跟丙嘛。是乙还是丙啊？丙啊，丙啊，丙啊，丙啊。丙几度？180。啊？180，请坐下。黄先生报的答案是对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手一比，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电流的磁场方向是向哪里？向南。然后跟地球磁场相反，可是因为电流磁场大，所以它会指向南边，所以差180度。OK， 啊，请问你，他说往上提，它的角度会变小是错的，那表示答案怎么样？变大或者是不变？那它应该是变大还是不变呢？它应该是变大还是不变呢？可爱大帅哥，帅哥。帅哥29，二九，变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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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起立啊，赶快，不会再讲，你说我说不会就好了，不会，变小变小，请坐，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寻病中。为什么不变？因为往直直的往上提，它跟导线的距离不变，所以磁场没电流磁场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偏转角度不变。最后，请问你，他说乙不偏，这句是对的，这句是对的，乙不偏是对的。他说不偏原因是因为磁场是零，是错的。那到底为什么不偏？不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不偏是对的。那为什么不会偏？为什么不会偏？可爱小女生，13号，为什么不会偏？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偏？请坐下，就只觉得它不会偏。不会偏的原因是因为你手一比就知道，它的电流磁场方向向北。所以地球要我指向北，
电流也要我指向北，所以我们通通就是指向北，所以我不会偏啊。两个方向一样，所以不会偏啊。OK， 我讲过了，考试的时候你只要知道答案就可以了。可是，在学习的时候，每个选项你都知道它为什么错，为什么会错，对，为什么会对，都要晓得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跟你解释一下 A、B 诸选项应该要如何的修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